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凯涛，今年21岁，来自广东揭阳，目前呢是一名大三的学生，学的是音乐制作与编曲专业。我这个人是一个十分典型的狮子座男孩，就特别的傲娇，对。然后我平时的兴趣爱好也特别广，喜欢听听歌、唱唱歌、写写歌，然后打打球、跑跑步，然后平时没事会看看电影、喝喝茶。对，然后我希望呢，我能够通过这个节目、这个平台，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我，让更多的人听到我自己的音乐。谢谢大家。物是人非，实是凶，花只需。你呀，沉默不语，崩坏的你呀，你呀，绝口不提，腐烂的。那其实我的创作灵感呢，是来源于我的生活。就像我平时看到一些比较好的句子，或者是自己有什么突发的灵感，我都会事先先记下来，然后这个就会成为我一个创作的来源。但我自己的每一首歌，基本都会伴随着一个故事。有时候把自己想说但又不敢说、不敢表达的，就会全部都写在歌里面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创作来源。